相信都冇啦，係嘛？好，今日咧我都係同一班兄弟姊妹繼續喺度為大家表演啦。我哋呢隊 band 嘅名字叫 Amorphous Coincidence， 我知道大家聽完都唔記得噶啦，所以簡稱咧叫我哋 AC 得噶啦。可唔可以俾少少掌聲我哋鼓勵下我哋 ？Thank you。有冇人咧？琴日嚟過噶？有一個、兩個。你介紹好自己先啦，人哋都唔知道你邊個。哦，係喎，我係主持全新嘅加油站嘅停希啊！大家好。係咯，咁講翻有邊一個係琴日嚟過嘅啫？不如拍下手啊，俾我聽下啊！咁今日第一次嚟啊！好嚟。我見有啲人冇拍手嘅，你係今日又冇嚟，琴日又冇嚟，今日第三次嚟啊，可能第三次嚟哦。大家有冇睇過我哋呢隊 band 㗎？有冇睇過？我都有嘅，都有嘅。我哋成軍冇咯，但係都有人睇過。係啊，又係嗰句啦，多謝我哋一四八零俾機會我哋。係啊，多謝啦，多謝老總啦，多謝老總啦。好啦，亦都最緊要係多謝你哋俾呢個機會我哋玩先啦。係啊，如果更好的 band、更好的樂手、更好的歌手沒有觀眾的話呢，都是沒用的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給掌聲你們自己留守到這一刻呢看我們的表演，因為我知道呢今天都差不多了，看到很多商戶都在執東西了，多謝你們，你們的心機我們是不會白費的。那呢今晚呢就是我們紫燒會最後一晚啦，在這個時候呢亦都有我哋嘅出現，想送一首歌俾大家。呢一首歌咧，其實係湊合咗四首嘅經典情歌。咁啊，其實好啱任何時候聽嘅。咁啊，嚟緊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節日啦。如果唔知係咩節嘅話咧，我就話俾你聽。咁啊，呢一首歌咧，我哋起一個名嘅，叫1645嘅。咁有啲朋友可能有玩開音樂，知道點解嘅。如果你唔知嘅話咧，一如以往咧，都喺呢個時候賣翻個廣告先。在星期六的早上11点，听着我李奥和乐儿主持的《杂志式音乐节目 M》，我们会详尽介绍给大家听。好，那啊，这个时候呢就送上这一首的 Medley， 这一首的串烧歌叫做1645。
望，望向孤单的晚灯，是那伤感的记忆。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，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，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。那三也动人，笑声也迷人，我有泪有罪有付出。
动人。如果真的在乎我的每日每夜有幻想，再让我走。